猫咪吃鸡肝对体质是有益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鸡肝是猫咪的一种好补品。首先，容易感冒和腹泻的猫咪可利用鸡肝维生素 A 含量高这一特点来维持呼吸道和消化道上皮细胞的完整性，以增强机体抵抗力。第二，对于食欲差或重病无食欲的猫咪，可利用鸡肝良好的适口性来刺激食欲，逐步恢复消化道功能。第三，对于营养差或体质瘦弱的犬猫，鸡肝中蛋白质含量高的特性可以让它们增加营养，增强体质。鸡肝主要含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、维生素 A、D、磷等成分，营养价值高，适口性好，为猫咪所喜爱，但不能长期吃，要给自己的爱猫控食控量哦。